谢谢。哎呦，还有送花的呢。哎呦，嗯，谢谢谢谢，于老师给您送花的来了，你看看，你看你这个花是嘛样的啊？送我一个米老鼠啊！这什么眼神儿？你这来就来吧，千万不要花钱了。嗯，尤其头一个那姑娘还送花，我一定要批评你。怎么？千万别买花啊！哦，不好拿。哎哎，嗨。有两天就干了啊！买别的你也不是我喜欢不喜欢啊？哦，你就把钱留下就好。好，什么人这是？刚才是烧饼跟曹和杨，对，小哥俩，我的两个徒弟。嗯，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嗯，换上我们俩人来了。是，今天是正月十四，哎，没出正月都在年里边。嗯，我们哥俩给大伙儿拜个晚年。哦，各位晚年幸福。嗯，有这么说话的吗？今天这叫开箱啊。对呀，有封箱就有开箱。对，什么叫封箱啊？您说，艺术团体其实主要是指的唱戏。哦，每年春节前的最后一场演出，嗯，叫封箱。对，把东西放在箱子里，贴上封条，嗯，不演了，今年就结束了。转年的第一场演出叫开箱，又开始了。只有唱戏才有封箱开箱。对。说相声哪有封箱开箱啊？也没有箱啊。对呀，嗯，一人一大罐，嘎着我一家就走了。是，而且来说，好多说相声就指着春节这几天庙会吃饭。哦，这挣钱。你说封箱不演了，吃谁去？是不现实，不封。当然了，唱戏的过去来说，这个封箱开箱也有一天就过去的，一天就过去了。业务太好了，哦，火，年三十封箱。哦，打年初一就开箱，又开了。你看，嗯，观众等着，赶紧开箱，等着看吧。哦，封箱是一个仪式，就图个吉利。也有的那个啊，嗯，七月初就封箱，转年六月才开箱。哎，好嘛，封一年箱，感情实在是没人看的。对，大伙儿鼓励我们，捧我们，这么些年来对咱们的抬爱。是啊，今天又开箱了。开始，昨天我们是从吉林赶回来，在长春啊，这个吉林德云社开张，对，那儿演完了挺好，嗯，长春人挺爱听相声，热情，还挺有钱，嗯啊，嗨，因为一开票43秒就把这场票都卖光了，对了啊，我说挺好，还得跟那儿卖票，嗯，嗨，那儿演完了赶紧回来，嗯，北京这儿还等着我们呢，啊，又开箱吗？德云社现在是9个演出队伍。哦，北京城是7个小剧场，是加上南京德云社、黑龙江德云社、嗯、澳大利亚墨尔本德云社，再加上昨天开张的吉林德云社，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都是您各位捧我们。对，一晃我们干这行干了有小半辈子了吧？哎呦，可以这么说了，实在是废物，没有别的能力。嗯，您也认识我，嗯，我还是这个说相声的小学生，我叫郭德纲。您那么客气，需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嗨。不用不用，我们在一块儿就这些年来啊，确实，因为我是从7岁开始干这行。你先等一会儿，我们在一起很多年，别往下说了。那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好的，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行吗？多别扭啊，这个啊，这不用介绍，怎么都知道。嗨，于谦老师，大伙儿都熟，在这个行业里边没有这么好的捧哏演员了。您太过奖了，真的啊。嗯，这就算是一代松狮。对，松狮啊，我这狗啊是怎么着？什么？那叫棕狮，棕色的哈。哎嗨，就别论颜色了，有棕色的、啊、就叫棕狮。这都是名震一时的演员。您太客气，合作这么些年，我特别感慨。怎么？如果没有谦儿哥，嗨，我早就红了。哎，这我这一直搅和来了是吗？跟您在一起是我的荣幸。您就客气了，好好的说。啊，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就特别感慨，怎么？你20来岁说相声，我们根本不知道累。那时候年轻，到现在40多了，嗯，站台上时间长了，腰酸腿疼啊，岁数大。包括他媳妇儿嫂夫人都说我，哦，他说你什么呀？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嗯，哎，这句话怎么非他说呀？这个，
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啊。是啊，孙悦的媳妇儿也那么说。哎，这好，您人缘好，净交朋友了。哎，对，别交朋友了。玩笑说玩笑，在我们这行了不起。您捧我，有良好的家教。家教倒是很严，从祖上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嗯，于家净出好样的。您捧。想当年他的曾祖啊做过官，哎，那早的事儿，在清朝是正二品的官员，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官。曾祖，嗯，负责鹤顶红的品鉴。这个官运不旺吧？这个上任当天就去世了。哎。那就是来活了，那就是。喝了一小杯，哎，嗨，沾舌头就死了，真厉害 啊！后来他的祖父啊，也是这份的，也是好武术的名家，哦，是练家子，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真好，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坦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还全行，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嚯，没有不会的。你瞧，但是他祖父一身的能耐，嗯，走到街上，胆子小，哎呦，这么大能耐，胆子小，怕伤人呢。哎呦，这还是有能耐呀！你看，这俩流氓打架好办哦，你打我，我打你，嗯，就怕这里边一个流氓，一个武术名家，哟，没法打架，没法动手啊？怎么呢？他祖父不管是拿个什么刀，拿个枪，甭管拿个什么，啊，对方就完了，啊，一碰就完了。所以说，武术名家真正走到街上，都假装什么都不会。哎呦，韬光养晦呀！这个就跟我关了微博评论的道理是一样的。嗨，您就别提您了，您就说武术家就行。我专业骂人，你说这玩意儿，还个嘴儿也不合适。哎，嗨，行，他祖父就是啊，就随便拿个葫芦啊，盘着玩，拿一葫芦，哦，这小葫芦走到街上就防身了，就拿它就能打架。你哪怕拿一机关枪，你打不过他手里那葫芦。你这多大能耐？您说啊，祖父随身带七个葫芦，我。怎么还带七个葫芦？能打架？跟谁一打架，这七个葫芦拿出来了？哦，有咒语，怎么念啊？叮当的咚的当当，葫芦娃，没听说过。后来觉得没有七个，就一个，就一个呀，一个大葫芦啊，大的，拿一大葫芦，哦，很厉害。是，后来嫌这一个葫芦杀伤力都大，还怎么办呢？把它切开，劈成半，拿一半，哦，一半是个瓢啊。对对对，走遍天下无敌手也能打，人送外号什么？天下第一大嫖客。对，什么词儿啊？这是哪有叫嫖客的呀？嫖到东，嫖到西，就别满世晃悠了。享年21岁。哎，好嘛，嫖死了，感情是。说话不要这么恶心。废话，你没有叫这名字的，感觉，反正就是很厉害吧？啊，再往后你们家这辈儿就得说是你父亲了。哦，我爸爸那个老头啊，啊，享过福，受过罪，哦，也是苦日子过，见过世面。是什么叫见世面啊？就是见过最好的，嗯，承受过最坏的，这才叫世面。这叫见世面。嗯，他父亲就是这份儿都经历过。本来家里有钱，哦，啊，富家子弟，嗯，吃过见过，是也落魄过，啊，也穷过，身无分文。太给人打工干活去，哎呀，挣钱的活，吃多的苦都干。哦，这是人物，养家糊口。他父亲最让我佩服的啊，竟然干过那个高空擦玻璃。高空现在说那叫蜘蛛人呢。对，他父亲是一只那个猪人是吧？啊，猪人呢？不是，叫什么？蜘蛛人，蜘蛛人。对，你要让我来这，我得死上头。怎么呢？运高啊，啊，害怕。人家他爸爸。嗯，不管多高的，我拿绳子反捆好了，就吊在那儿啊，擦玻璃。哎呀，多不容易。是是，当然开始也是硬着头皮，他也害怕擦那些办公楼。哦，后来擦民房，他父亲找到乐趣了。擦民房有什么乐趣？你办公楼，你隔着窗户看，他也就是那个啊，哪个呀？开个会啊，或者办公桌什么的。哦，民房就不一样了。民房有什么区别？有一天他爸爸擦民房，哦，擦着擦着真开心。哦，怎么个屋子里边瞧见了，嗯，有一大姐换衣服，瞧见这个开心了。那天是你爸爸生日，你瞧，当生日过吧。你看这玩意儿
啊，生日礼物啊，行了，别提啊，呵，这大姐啊，嚯，换衣服没穿衣服，哎呀，哎呀，许个愿吧，哎呀。愿望已经实现了，嗨，行了，哦，嗯嗯嗯，人家屋里也瞧见了啊，哎，也看见了，这女的没穿衣服，哎，四目相对，下一句话就要骂人了，哦，流氓，对，不能让你这俩字出来，那他怎么办呢？他爸爸脑子也快，嘴也快，他说什么呀？看什么看？啊，没见过擦玻璃的，哎，嗨，好家伙！这恶人先告状啊，这叫聪明啊，这叫聪明啊，要没有这样的老爷子能有您这样的人吗？哎不是，哎这没学好，没学好啊，小的时候啊，啊我们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哦这个了不起，嗯，三岁习文，学的早，四岁学武，都练，五岁胸口碎大石，嗯，出来功夫了，二十岁参加工作啊，哦哎，你等一会儿，五岁我就练成胸口碎大石了，我怎么二十岁参加工作？中间这十几年我干嘛去了？养伤啊！啊，我跟大石，我们俩谁碎的谁呀？我们，我养十几年伤，练武术啊！我真练过。他爸爸管的，我们都害怕。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嗯，他父亲骑一个自行车啊，于谦坐在后边带着我。那会儿他小淘气，是这脚就别在车轱辘里了。哎呦，那多疼啊！那个车就停了啊！这要是那些个庸庸碌碌的家长怎么办？一定吓坏了。哦，怎么了？嗯，没事吧？疼不疼，儿子？嗯，庸庸碌碌的家长啊。那我爸爸呢？骑着车，嗯，这就别上，他感觉到了，感觉出来啊，别上，嗯、啊、嗯，站起来蹬。哎呀，呵，哎呀，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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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这么大不容易啊，我这个还站起来蹬，我这脚就下来了，那就不服行吗？那是得服啊，我们打小一块儿，我太了解他了呀。是啊，真打那举个例子来说啊，嗯嗯，上学都得考试，是比如说我要是考了65分啊，我妈就得带着我上庙里还愿去啊，至于不至于，我们家里往上倒家谱，7辈没考过及格啊，这65就及格。我这65这张卷子得搁在家谱里边。好家伙，人家就不一样了。我怎么样？考99分都不敢回家。啊，那这残疾人要强啊，我们这是。你这脚都没了吗？还不好好学？99，哦，不敢回家啊，哭着都不行了。是啊，我们劝他，那也得走啊，也得回家，不能死在教室里边是吧？谁呀、啊？好朋友劝呗，哦哦，这儿拿着这卷，拿着这卷子，嗯，擦着眼泪回家，嗯，到家门口，他爸爸正遛狗呢，哦，在门口呢，看见我了，他这回来了，嗯、我还哭，这牵着狗，啊、多少分？99，嗯，这牵着狗呢，啊，啪，这怎么意思？抡这狗砸脸上，啊，拿狗打我呀，连人带狗。都懵了，这狗招谁惹谁了？这个狗也傻了，那是啊，本来出来遛狗，突然间抡起来了。对，哦啊，狗这状态就跟在那高空擦玻璃看见什么似的。这没听说过，还高空擦什么玻璃呀、啊？这个打这儿起给他爸爸有个贺号，叫什么呀？中华田园人。哎嗨，没有这名字，挺好。这些年来。嗯，谦儿哥对我们嗯真不错、嗯、哥们儿关系好，一块说相声这小哥几个他是最大，哎，我年龄比较大，真有个哥哥样啊，应该的，吃饭就他花钱，嗨，喝酒他花钱，这个有就喝茶他花钱，应该哪怕去那个地方也是他花钱。不是去哪个地方？新华书店。嘿好。哦，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你叫那个地方啊？这嗨，您就说新华书店就行。在一起，这一路走过来半辈子了吧？啊啊，差不多。真是感慨啊！啊，我记得印象特别的深。怎么？就是他老在我们这里边就高人一头。我怎么还就高人一头呢？真是的啊！细琢磨，真是、啊，也别说，这大几岁是几岁呗。是、啊、是。再加上家里挺有钱的啊啊！那会儿我记得。
我们用 BB 机，嗯，人家就用大哥大，手机买的。包括这后台用这个用苹果手机，他是头一个。哎，买的早嘛，是吧？嗯，他那会儿用的那个苹果半，啊，苹果半，说还不到苹果一呢。哎呀，我太早了，这也苹果半，人家 啊，反正都赶在我们前边。是啊，包括那指纹，指纹开锁啊，我们还都纳闷没见过，人家拿过指纹开锁啊，用指纹。后来我们也指纹开锁了，人家换脚了啊，我拿脚开锁，脚开锁，这玩意儿怎么弄？走到街上啊，于谦微信响，大、哦、郎，来微信，这是，你等会儿，你我用脚开锁，我全身都脱了啊！那里边穿整身的那个连裤带着被都有，我凭什么都得脱了啊？脱鞋脱袜子，好家伙！拿过手机，哎呀，开锁，嚯、哦，这天儿好家伙，冬天出去。这是开锁，谁来的呀？媳妇儿发的微信，怎么意思？回来吃饭吗？问问，不回去啊？好，啊，这再穿上，嗯，哎，我早知道我别穿连裤的，行不行？到了，又拖一遍，我贫不贫呢？我这，哎呀啊，那你在哪儿吃？嗨。我在外边跟朋友一起哦，哎，行，我太累了，我这一天净脱衣服穿衣服了，就说这个意思啊，处处比我们强，哎，都谈不到。您干嘛那么客气啊？啊，这个人两大特点，哪两大特点呢？第一是有钱啊，嗨，您第二是重情啊，重情这是对的，很厉害呀、啊，是吗？那当然了，重情义啊，有一个词儿叫为富不仁。啊，这叫重情吗？这个就说那些人哦，说别人，但您可不是，我当然不是。你别看趁这么些钱，嗯，心地善良，你瞧这对了，情感丰富哦，这点他随他父亲，我爸也这样。哎，老爷子就重情，怎么叫重情？据传说，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嗯，只要是眼睛看得到的女人就爱，嗯、这叫重情啊。嗯，他也是、啊、哦，他八岁就爱上了他的表妹。嗨，我表妹那是，表妹叫绿茶哦，绿茶婊啊！你少来这套啊，这词儿我们懂。嗯，我要娶你，表妹说那不行，哦、人家小孩懂。你是我表哥，我是你表妹，这哪行？我不能嫁给你。对，以后我要嫁给王子。嚯，你这还嫁给王子？小孩吗？小姑娘吗？啊，我长大了出国要嫁给王子。那哪儿嫁？因为我肯定会嫁王子。怎么呢？因为我吃饭用筷子拿得远。哦，这是老讲，这是北方民俗啊，也不是谁编出来的啊。说你吃饭拿着筷子拿着近，对，你就嫁在家门口的，哎，就守家在地。拿得越远，嫁得越远，离家远。表妹说，我拿着筷子拿得远，哦，这就嫁王子，那嫁给国外，嫁给王子。你瞧瞧，后来他表妹两根筷子接在一块儿，就为嫁王子。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嫁给炸油条的了。哎，嗨，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小孩吗？嗯、啊，那会儿他才八岁。嗯，后来跟嫂夫人结婚了。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老话说的真对，两口子感情多好啊！是，就说实在的，我没见过这么好的两口子，是吧？刚才在后台换衣服，嗯，他把自己穿的衣服脱掉，要换演出的衣服，嗯、一脱裤子我就乐了。怎么？跟嫂子穿情侣裤衩？嗨，你先等会儿。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儿？哟，哎，这行了，怎么意思这？我是听高峰他们说的。好家伙，这好，这全知道合着。不是不是，有时候嫂子出去一买就买一样的，跟您一块儿。哎，行，哎，这个解释怎么样？这不怎么样。哎，这个就说你们好，就别说这。虽然说有时候在台上。有时候爱拿嫂子开个玩笑啊，但是这个东西您记住了，嗯、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那、啊、我们是这样，真见嫂子咱们就不玩笑。当然啊啊，嗯，嫂子您好，你瞧带鞠躬的，一见不日、啊，哎，如隔三秋。哎，你等会儿，现在可五六天了，啊、别说了，给你纠正一词儿啊。好的，那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嗯嗯，嗨，
甭管，记住了就行了。嫂子您挺好的啊，嫂子可大气了。她说什么呀？死鬼！哎呀，你怎么不上家玩来了呢？呵，看得紧。哎，这嗨，没有这样。谦儿哥在家吗？啊，你来的正好。哦，刚走，这刚走啊，那叫正好啊。来，嗯，来上家吃豆腐来。对，吃什么豆腐？你胡说八道。嫂子会炒菜啊，炒的麻婆豆腐特别的好。炒菜。炒一盘搁在这儿了，嗯，又给我切了一盘火腿，那是韭菜，给喝瓶啤酒吧。嚯，嫂子这什么菜啊？你傻呀？什么菜啊？有一腿。哎，不是你们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是吗？你们就不避讳点吗？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就对了。哎，我坐这儿吃的菜，嫂子给我包饺子，还真心疼你。这儿有一小铜锅。嚯，吃十个煮十个，就老吃热乎的。哎，老得吃热的。嗯，一边包着饺子。哼，兄弟啊，有句俗话你听说过吗？什么话啊？好吃啊，嗯，不如饺子。嗯，好玩啊，嗯，哎，可不如这包饺子。哎，这嗨，行了，咱别说这个了，你真好啊，真好。我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羡慕人家两口子。是啊，真的是吗？啊，是吧？哎，这什么呀？两口子多好，感情也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哎，我们有感情基础。真的啊，谦儿哥这些年也是一片忠心对嫂子，那是没有斜的歪的。我不敢。我记得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嗯，好多地方都兴那种那个娱乐场所，哪一种？就是剃头理发的地方，点一个小粉灯，嗨，发廊。啊，对对对，我是没去过呀，是吧？没去过，你说这个街边有啊？哦，啊，打那过就赶紧跑。嗯，谦儿哥也从来没上那地儿去过。是啊，谦儿哥有时候从那儿路过，哦，里边噔噔噔一敲玻璃，哟，还叫人呢。那屋里坐一大姐，嚯，喊于谦儿，叫我玩会儿吗？我们这谁玩谁呀？这个哪儿啊？就这声呢？这个玩会儿就行了，不用学了啊。谦儿哥，你逢这会儿他就跟傻子似的，是吗？啊，就愣了。对，多少钱？哎，这是傻子吗？这我问价儿去了呢，从来没有过啊。这就是啊，从来没有过。心在这儿都不问价，挣的都不行不行的。嗯，知道吗？当然啊，嗯，就这些年跟嫂子过日子也有小插曲。嗨，谁没闹过矛盾？挺好玩。就有一回，后来他们跟我一说，这包乐都不行了。什么事儿啊？于谦住在北京南边。对啊，我在北京是住的紧北头。是，他住在南头。他跟那个我们说相声的高峰，哎，对对对，他俩一个小区。我们俩是邻居，就是往南边去那个天堂河小区。哦，天堂河那是公墓，您知道？天堂河公墓南边那个，这就没意思了。怎么了？那么大北京，一个八宝山烧得过来吗？是吧？那烧不过来就上我们家烧去啊。不是，南边说那地理位置就挨着天堂河公墓边上有一个天堂河小区。你瞧这事儿闹的。他跟高峰住那儿啊，一人一套烟景房。哦，烟景房啊。嗯，我们住烟筒边上，合着一年四季的暖气。哎，对，一边烧一边烧。你是不是住那儿吧？啊，住那附近。还是的，就他那小区。啊，嗯，有一天啊，于谦儿打家里出来啊。哎，从他这楼栋走出来，哦，突然间发现一楼那边有一小院儿，哦，一楼带小院儿，啊，这多好！小院的门上挂一牌俩字儿，写的是“情人”。情人，谦儿就愣了，哦，推门看看吧，推门进来，把门关上，哦，一抬头，谁？这儿，嗯，握着一条狗，哟，这狗趴着，得有1.7米高。好家伙，趴着1.7米啊，跟这儿正嚼铁链子吃呢。这是多好的牙口啊，这嘎吱嘎吱一边吃一边咽。哎呦，谦儿就傻了，那是多瘆得慌啊。本家主人出来了啊，于老师，别动啊，别动啊，啊啊，快弄走弄走，赶紧拉走吧。后边出了人给弄走了。哦，哎呦，家伙，于老师您吓我一跳。说的是这狗剃毛之前叫狮子啊，那就是狮子，干嘛还剃毛之前之后啊？这个啊，谦儿吓坏了啊！那你门口写个情人？对呀，我们写的是渗入，多渗得慌啊！我不认识这俩字儿，我就敢推门进去。开门出来了啊，浑身直哆嗦呀，吓的呀，吓得肚子拧的疼啊！
你要还闹了肚子了，就这肚子啊，从上向下来回叨叨叨的，难受之极啊！啊，列位，这个闹肚子它跟憋尿可不一样。怎么？憋尿能忍着，这忍不了。是因为你看那《论语》上有句话吗？《论语》写的是憋尿能行千里，拉稀寸步难行。这是《论语》写的，这是《论语》写的吗？这个，哎呀，就站在这小区门口难受啊！又打这边，这边那楼洞口，嗯，出来一女的。哦，女的长得可好看了。哦，谦儿赶紧过去，哎，你好，哎呀，于老师，对，我是于谦，是是是，我你别不相信，这是我的身份证，赶紧看我手机啊，这是我微博登录号，这是我支付宝的密码，你看，我有这功夫回家拉去好不好啊？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不用这么证明。我师傅叫石富宽，是中国铁路文工团国家一建员。你提这干嘛呀？他的电话是13。我不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的。于老师，什么事儿啊？我能上你们家拉个稀吗？哎呀，太泄气了！上来吧。啊，那个这玩意儿哪能见死不救啊？真让去了。上电梯，跟人上楼。哦，这家住顶层啊。哦，顶了。顶层。顶楼。进门一瞧，好，这屋里边阳光明媚，怎么那么亮啊？装修是都是完全是阳光房啊。哦。就这屋四面墙全是玻璃。楼顶四面墙全是玻璃，连房顶也是玻璃。就是一玻璃房，呵，阳光明媚，那是光线好啊！来来，于老师您来方便吧？嗯，这是洗手间，洗手间、四面全是玻璃。我在野地里拉泡屎，合适？洗手间有这么装修的吗？这个于老师坐在那儿方便啊。人家女的站在这门外边，俩人发微信。嗨，都这样进去就不吃劲了。嗯，聊会儿天嗯，方便完了出来了。谢谢你姑娘，哎呀，真可爱。有男朋友了吗？嗯，好，我都结了婚了。哦，你老公是干嘛的呀？嗯，那是个搞体育的。嗯，做什么项目啊？嗨，他是一个世界野人大赛的冠军。那个吃自行车大奖赛一等奖啊，跟河马打上是金牌获得者啊。要不我先走吧。哎，刚想走，咣咣咣砸门。怎么着？人这丈夫回来了。哟，开门。哦，你是谁呀？我是谁？嗯，我是那个世界野人大赛冠军啊，骑自行车那个一等奖。呵，跟河马打架，我是金牌。哎呦，得，门开，人家进来了啊。于老师真吓坏了。那是啊，那个这谁呀？这问着了。媳妇儿乐了。嗯，没事儿。什么？快年下了吗？嗯，找一擦玻璃的。哦，擦玻璃。哎，嗯，刚才咱们可说这屋里啊，四面墙的玻璃啊。那是擦玻璃。房顶也玻璃啊。哦，哎。你会擦玻璃吗？嗯，谦儿乐了。嗯，家传啊，我就跟人吹这干嘛呀？就别提这个了。当年我爸爸擦玻璃。行了行了。有一回他过生日的时候，先别说这，就别提了别提了啊。人家给准备了啊，三盆水，凉的、热的、温的啊，12块抹布擦吧。人有准备，感情是。这是早晨8点半擦到夜里11点。好嘛，擦一天。擦完回家，到一进门，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那弹了。嫂子还不干呢啊！你干嘛去走一天？哦，哎，我也出去活动活动去啊。嗯，擦玻璃这男的是谁啊？啊，我们家也一擦玻璃的呀。哎，你没在家，找一擦玻璃来啊？这好嘛，打这儿起，谦儿在家里歇着，歇好几天。我得盯着点儿，不敢出去了。嗯，当然了，在家里边他闲不住。我在家能干嘛？在家里边，于老师有一个业余爱好。家里什么事儿？就是拿着望远镜啊，往外看。往外看呢，有什么业余爱好？嘿，能看什么呀？你看这个玩意儿，坐在屋里边拿着望远镜看看对过。哦，我刚才忘说了啊。啊，对过那套房就是高峰他们家。啊，对，我们住邻居烟景房嘛，是吧？就别提烟景房。这套是于谦，那套就是高峰。哎，站在于谦屋里边看望远镜，整看高峰家卧室。哦，哎，中午嫂子一出去了，嗯，把门关好了，于谦就把这望远镜拿出来了啊。哎，我这看热了是怎么着？太开心了啊！哦，中午12点能看到傍晚，好嘛。嗯，看完了扔去，天黑了，嗯，出去买菜去吧。去吧。一出门，嗯，楼梯口看见高峰了。哦，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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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干嘛？高峰啊，我今儿下午拿望远镜看你们家卧室，还说看一下午，嘿，看你跟你媳妇睡觉，嗨。高峰乐了啊！你得买个好望远镜啊！怎么呢？那不是我媳妇儿，是你媳妇儿。哎，去你的吧！谢谢啊！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是高峰是我师弟，哎，栾云平是我徒弟，对，俩人唱的不错，嗯，刚才唱的是德国梆子啊。
法国帮，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啊，又换上我们两个人来说一段。其实您各位对我们特别熟悉，嗯，我叫郭德纲，哎，他叫驴鞭啊。在这个舞台上，你先等一会儿，因为你先等一会儿，您这么介绍我这名字有点壮阳了，知道吗？还有孩子呢，您瞎说，这您说错了，岁数大了嘴不利索啊，姓驴。这就对，于斌。那么在越介绍越小，这个鲸鱼啊，你就别对付了，别搅和，您这于谦，这就完了，这不就得了吗？啊，叫什么不吃饭？啊，这那不成。来了这么些人捧咱们啊，人家说德国人呢不爱开玩笑。哦啊，中国人是特别好开玩笑的，幽默。而且你说这么老远上这儿上学来，嗯，上这儿工作来，嗯啊，来了帮国内说相声的，大伙来看一看，听一听，嗯，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哎，这是今天只要大伙坐得住啊，哦，我待会儿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节目。您还有这个段？其实哪一段都不让播。哎，嗨。但节目好与坏不能用能不能播出来做标准。那对，观众喜欢这是硬道理。对啊，当然了，你让所有人都喜欢咱，嗯，不可能，不能够吗？你今天这么多人，我已经很知足了。哦，整个德国据说有中国人才150,000，哦，分布在不同的村庄，嗯，啊，村庄是吧？我住那地儿，他们说叫杜村啊，啊，离着还挺近的啊。啊，这个各个村啊，大伙儿今天能聚集这么多中国人在这儿，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嗯，村长来了啊。好吧，今天是一个高高兴兴的晚上，嗯，让大伙儿开心。对，人是就一中国人的老话啊啊，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哦，说您也不喜欢我们，您也不爱看，您坐在这儿那不就受罪？对，是不是？何况您各位今天花了这么多钱啊啊，买票。当然了，这个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就在这儿啊，值得您的每张票钱吃饭，嗯，得对得起您，这叫义德。没错，当然了，您花钱了，您这晚上快乐了，嗯，高兴是用钱买不到的，这也是值啊。你花了800，花了1000，甭管花多少钱吧，啊，哎，挺开心就值。哦啊，你这花800，你在家看这800，你乐不出来。在家怎么乐啊？你在家吃完饭，你掏出800块钱坐那儿，你乐，啊，看着钱乐，这乐不出来啊！乐出来，你那个病800治不好，那这不是神经病了吗？这是嘛？所以说啊，快乐是最重要的。对，当然，今天晚上也有人没有来，哦，没来的啊，后果自负。哇，这有什么后果呀？后果很严重。什么后果？省不少钱，嗨，就是省钱这么个后果。跟自己人才能说这种自己人的话，这是玩笑，是不是？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能被所有人都喜欢，嗯，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那个不科学。哦，举一个例子啊，你在家看电视，嗯，打开电视，有主持人，有影视剧演员，有说相声的，不管什么人，嗯，某一个演员你不认识他，哦，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你更不了解他的背后，嗯，但是打开电视你就恨他，就不喜欢他，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偏见。哦，有专业名词。你也不知这人是不是杀人放火了啊，头一回见你就恨得都不行，我就腻歪他了，啊，允许啊，这也允许，哎，刻板偏见很正常，嗯，打开电视又郭德纲做节目，哎呦真好，其实不是我多好，哦，只是您喜欢，嗯，您能接受。人家有的人打个电视一看郭德纲真讨厌，不喜欢，换台，啊，那就不看了。得，嗯，怎么？郭德纲相声专场，哦，专场，换台，还不看？江苏卫视非常了得，还是您换台，再聊。郭德纲演的电视剧，哦，换台，电视让你包了，嗯，是怎么着？这个全是你合着。哎，你喜欢您就看，不喜欢您就不看啊。是，当然也有人很偏激。怎么叫偏激？我不喜欢看郭德纲，谁也不许看啊，全都不让看。家里亲戚谁看你跟谁急。嚯，这一进门，他爸爸坐那儿看电视啊，非常了得。你的节目，呵，气的呵，过去给他爸爸打。哎呦嚯，打上了，摁那儿就打，至于吗？他妈过来得劝，啊，别打了，啊，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岩。啊，
比看你楼子还大呢。这个说这个事儿啊，喜欢您就多看，不喜欢犯不着跟自个儿生气，这是实话啊。做艺人来说，难就难在这儿啊。正所谓众口难调，对，只能尽全力好好的演。哎，人生一世，说良心话，活一百岁的没几个人哦。尽量的既对得起自己，又对得起别人就可以了。哦，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嗯，五更天明亮，心头想的事就是你的良心所在。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啊，哎呀，圈里圈外啊，人在江湖的，我千万可别对不起人。我怕对不起人，就老得琢磨这个。那您琢磨过吗？琢磨过。您有对不起的人没有？有啊。哦，你也有对不起的人？有。您说说对不起谁呀？同行啊。怎么对不起同行呢？在一个行业里面，你做的比同行优秀，你这个罪过还小吗？哦，这就叫罪过。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是啊，你想得到德国一修自行车的，干嘛恨山东一种大葱的呀？那不挨着，不挨着。他只有在一个位置上，为了共同的名与利，他才会有竞争。哦，那么这会儿就看人家良心了。嗯，厚道点的算了，人比我强就是比我强。哦，心窄的就是我就把你弄起来。哦，把你弄起来，我上不去，我也会很快乐。所以说人活一世，第一别害人，第二尽量别让人害，这倒是。所以说老说有对不起同行，其实话又说回来，这么多年了，不是郭德纲多么的出色，那是同行们的衬托。你看这话说的，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中国相声界打不死的甄嬛。是啊。我也习惯，我也习惯，因为这个好多人跟我聊天说你们这说相声分主流非主流是吗？其实我特别不愿意说这句话。什么叫主流？什么叫非主流？啊，不就是说相声吗？嗯，所谓的分也无非是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哦，分这个。那体制内的那国家专业院团啊，有工资啊，有奖金。嗯，体制外的民间这些个自己成立的院团演出，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分。但是这里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哦，分不开。于老师。主流相声演员出身啊、哦，对，对不对？那倒是。打小这就是曲艺团学员班，典型主流。毕业之后又在曲艺团工作，是。这到后来了，中年了，到德云社来工作。嗯，你说他是主流，他是非主流？这是说不清楚。人家还得过那个相声大赛的那个奖呢。啊，这个参过赛得。这个拿过相声大赛一等奖，对吧？没错，拿过。这个不丢人啊？这有什么丢人？这个。这多新鲜，可不是不丢人吗？当然不丢人，但是也不露脸啊。怎么不露脸啊？比赛列位记住了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怎么解释？文，所谓的文指的就是比如说艺术类的啊，唱歌了，说相声了，唱戏了，弹琴了，这都算是舞蹈啊、哦、都算是文。文无第一怎么说？艺术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界定哦，说就是这个演员好，说就是这个演员不好，这是不科学的。是吗？同一个舞台上，张三说一相声卖不头，哦，李四说一相声报菜名，对，肯定有不同的观众喜欢不同的演员啊。你怎么能告诉我这个卖不头的就比那个报菜名的强、哦、我就喜欢报菜名，我就不喜欢你那个卖不头、哦、我就认为他好，那其他观众就认为那个好，你这不抬杠吗？对呀、啊、所以说文无第一，永远分不出来谁是真正的好，只能是大概齐。嗯，五无第二，体育类的是一定能分出来谁好谁不好，必须分出来吗？咱俩跑步，我打着到那儿，比如说我跑个20秒，哦，哎，于老师呢15天，哦，那我就别参赛去了，我这丢那人干嘛？你是半截拘留了15天，这好，我干嘛去了？比如说我20秒，你30秒，啊，那差10秒。一下就分出来，对，就是20秒的好啊，啊，就是30秒的第二啊，对呀、啊，很简单。但是艺术类分不清哦，所以说相声大赛啊，什么唱歌大赛，这就是乐呵乐呵就得了，哦，非得说就是谁好，那是骗人哦。实话实说，当初也是，我还看过他的奖状呢啊，我拿过大奖状，于谦什么获得相声大赛一等奖，对呀、啊，奖状拿着显摆，那给人看开心着呢。啊啊，哑巴呀！你什么？别说了，哑巴我还得奖了呢，我不是哑巴，你得不了奖。哎啊，
就哑巴得奖呢。当年那年俩说相声的要得一等奖啊，那相声评到最后评的不是艺术，评的什么呀？人哥，你师傅是谁？嗯，你师傅是谁？哦，你是哪个单位？你是哪个院团的？哦，给你一等奖，你能花多少钱？给你，你能花多少钱？好家伙，到最后打的呀，人脑子出狗脑子了。啊，评委们也没办法，那这别闹了啊，给他哑巴吧。啊，这给哑巴了。他那回是闹嗓子说不出话来，就给我了，得了这么一个一等奖，那是不露脸。当然了，你要非得把主流相声界和非主流相声界分开了啊，也不是不行啊，那也能分。你比如说啊，主流相声界分三个档次，哪三个档？第一，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或著名的可以上那种大型的晚会，嚯啊，有大背头，哎呦，穿一制服。抹一小红嘴巴啊，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嗨，往这一站，嗯，激昂慷慨，催人尿下，尿下。他说了多少遍，他也不信，你也不信。哦，这俩说相声给人的感觉就是，全世界要没这俩人，所有人都得堕落了。哎呦，啊，就很，哎呦，这个状态。嗯，第一个档次，艺术家。哎，第二个档次是著名相声演员。这个，嗯，大晚会可能未必上得去。哦，但是很挣钱。钱从哪儿来呀？吃企业家。哦，老板呢？哎，围着企业家转。哦，能吃能喝啊，借个钱呐、啊，就跟着一块儿。怎么？山西那个煤老板聘闺女，哦，打北京拉一车相声演员，哗、哦、送那儿去了。哎呦，都卸到炕边儿。哎，卸在那儿啊。对煤老板全家无限的赞美。哦，说好词儿。我呀，这个新娘子长得跟我祖奶奶似的呀。这什么词儿、啊？哎，然后是夸人家吗？这煤老板，这给三万，那给五万，真不少发财。这都是属于做外围的相声演员。说相声也有做外围的。每年他们跟三亚有一聚会啊，没我们那个。这不一样啊。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普通的相声演员。这个大晚会没有他啊，吃这些个企业家也很困难哦。那怎么办呢？吃工资，工资、哎、三千五千的工资，那不多。演出呢，就是以慰问为主，慰问不给钱啊？也给啊，200块钱啊，那不多。上台12分钟，这是中国相声界内部定的时间啊，12分钟哦，上场就唱，唱什么呀？哎，无论到哪儿去，今天比如说青岛。哦，往那一站，哎，什么青岛啊，青岛啊，我的故乡，这俩不是青岛人啊，那唱就拿这儿当自己家乡，唱完了再说一个笑话啊，鞠躬下台，200块钱。哦，这当家乡这么唱，明天奔太原啊，太原呐、啊，太原呐、啊，我的家乡，哟，200，要改那儿家乡，哎，保定啊，保定啊，我的家乡，200。啊，哎，那也就是俩字儿的这个地方，他们唱仨字儿也行，能唱吗？石家庄，石家庄，我的故乡，200。佳木斯，佳木斯，我的故乡，嗯，乌鲁木齐呢？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家乡，200。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能唱吗？我酝酿一下啊，哎，这现想，我跟你说，别去啊，别去，怎么不去？这种演员没有护照。嗨，出不了国。你200块钱，你上哪儿去啊？最大的乐趣就跟家里拿手机拍鱼缸，干嘛呀？拍完鱼缸发一微博，哦，哇，我在普吉岛潜水。嗨，那潜水能看见鱼虫，嗯，这很快乐的事情。什么可快乐？这主流相声界，哎，还有非主流，非主流相声界也分三个档次。你说说，第一。啊，都是民间艺人呗！哦，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事业、哦，拿相声当自己的生命一样。哦，譬如说有，那、哦，哎、哦哦，有，有，好吧，啊，好吧，会越来越多的啊。哦，第二个档次呢，就是普通的民间班社，啊、嗯，旱涝平天。是卖500吃500，卖300吃300，是，哎，多挣多花，少挣少花。嗯，第二个档次，嗯，第三个档次就厉害了。怎么呢？第三个档次的非主流相声演员，最早是观众。观众听了些日子呢，揭竿起义了啊，起义了，老买票，觉得不足以平民愤。哎呦嚯，120块钱做一大褂，35块钱来双布鞋，嗯、啊。就上了场了，站台上也说相声。哦，艺术风格多样化，都有什么呀？有陈胜吴广，嗯、有李自成，有太平天国，嗯、一群土匪吗？这不最难惹就这帮。哦，反正是
不管是主流也罢，非主流也罢，我很愿意大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啊，这么多的观众喜欢相声，咱们好好的说，比什么都强。没错，是不是？嗯，当然，同行跟同行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哦，好多人老恨人家郭德纲，他们很讨厌，得、啊、把郭德纲弄死。哎呦，其实话说回来，真是你把我弄死，你也卖不出票去，是吧？不是说我死了你就好了，那是两个概念啊啊！另外，相声是世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啊，可是又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行无章可循。哎，你看我说相声啊，我这儿说，观众您笑了；我把这个交给我儿子，他这么说，观众就不笑；或者是我让我徒弟来跟我学，他跟我说的一模一样，他也不笑。他很难，他不像其他的艺术形式，唱京剧。我学马连良先生，我连毛病都得跟马先生一样才能像马先生，这行不行，你要跟谁一样你就死了，没办法的事啊。所以说在相声界来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淘汰率特别的高啊，有的孩子七八岁开始来啊，一学学个十年八年的，到最后二十五六的还得跟他说，孩子你不适合干这行。还有的更惨的，这都没告诉他，知道吗？啊，我就不适合干这行。适合干这行，你更适合干电工。哎，对，我修话筒比较快。而且相声啊，难就难在这儿。我们老说希望雅俗共赏，但这四个字说句良心话，真正的体现在舞台上有很多的麻烦。好多人老是说，哎呀，我希望相声更雅一些，这是一个误区。无语泥烟有荷花，这分不开。雅与俗是辩证的哦啊，太雅了，这个东西就不成为艺术了；太俗了，观众也接受不了。并不是说俩人往上一站，然后你也胡说，我也胡说，观众就买票，那不可能的事儿。谁听胡说啊？甚至说，过去我们有这个相声在舞台上说着说着觉得不像话了，别瞎说了，打这么一下，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因为第一，这个扇子是特制的啊，你说觉得大家啪啪，为什么响啊？我们是经过加工的，不疼，它出声音，但是一点都不疼。对，情绪到这儿了，给这一下很正常啊。有的人说呀，打人了很野蛮的，有时候我都想劝劝他，要为什么放弃治疗啊？嗨，谁治疗？你看个电视剧，看个电影，嘟嘟嘟嘟嘟嘟，一打机关枪一死，死一山坡人也没看你怎么着啊。哦，这打一下你都接受不了了。这边还得吃药啊，是吧？包括台上，哎呀，你为什么有时候老拿于谦老师开玩笑？列位，上了台这是假的呀！对，你看电视剧，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那儿当一枪打死，你知道是假的；一男一女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怎么到我们这儿全是真的呢？是，哦，说两句玩笑话就把你教坏了，你少来这套，你来时就是那个玩意儿。真的。听相声的全是好人，有文化有素质的才能坐这儿听相声。我要求是让你们快乐。如果说在节目的背后你又能悟出什么来了，我很开心。哎，这段相声讲完之后对我有个启发，里边有个人物，这个人做事不应该，我以后跟他学好，如何如何，这就非常好。但这个不是我强加给你，这是舞台，这不是讲台，说相声都讲课了，还要学校干嘛呀？所以说好多人就愿意跟说相声的去较真去挑剔，哎呀，你看就听完了相声啊，我这个做人的标准都下降了。我心说你在家还看毛片呢，你没法弄。所以有时候也很为难，不容易啊。有人说相声很简单，这俩人站台上一瞎说就完了。您记住了，最难就是我们这行。如果说演小品比我们简单一百倍，啊，那就容易多了。它是直观感的东西啊。这个人演老太太，那演他什么儿子，两个人台上，哎，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布景，有服装，对，两个人来演这，你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呈现，刻画人物。相声没有，全是我一张嘴告诉你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节、冲突、矛盾、笑料，我还得让你笑，是我带着你进入一个幻想这个情景来，你去设想那个楼房什么样，那个人物什么样，这得多的能耐这玩意儿啊！要演小品呢，我们找艺术家了，那真容易。我们俩演小品，那还不简单吧？啊，我粘个胡子，我演个祖宗，啊，然后我从先这边我下班回来，然后咱俩还是说相声挺好，我觉得这辈儿落的还小点儿。
不，这那个比这个简单的多，是全靠两人。有人说相声简单，列位，哪怕台上有的时候有一种包袱的技巧叫伦理哏，对，就是这边叫儿子，那边叫爸爸，就用这个辈分的差异来找一个小玩笑啊。哪怕是叫声儿子，那儿答应一声都得学三年。我叫儿子那还有喊 A 呢，答应错了，嘴太快。哎呀，于老师，我又吃亏了。啊，刚才我没说明，咱们再来啊。叫一声儿子，德国这是我的家，我得想想我哪年来的这儿。没来，岁数大，我会承认的，我会承认的。老了。什么叫老？这是台上叫儿子，说玩笑话。你得知道人家怎么叫，你才能学会怎么回答。嗯，就很难。儿子，哎，儿子啊，儿子，嗯，这叫什么呀？这是平仄音韵学，并不是说叫个爸爸叫儿子那儿答应就毕业了，就光这答应学三年，你说难不难？我们这行跟别的行业区别在哪儿？别的人都是爬山一蹬一蹬的往山上爬，我们这大门在山脚下，啊，打开门之后屋里边才是台阶儿，啊，所以门一开是人不是人连人带狗就全进来了。啊，好家伙，进来之后就有那个偷懒的不愿意往上爬，得了，咱们跟这凑合吧，好歹也进了门了，得了，你也是艺术家，我也是艺术家，好了，咱们一块凑合，都想蒙事儿，实际上不容易，嗯，不容易，既要跟观众打交道。又要跟后台的孩子们打成一片，你得告诉他相声是怎么学的。嗯，不容易，德云社有自己的相声学校，对，这都在我们这教课。于老师，于老师在我们学校好，啊，所有老师里边于老师这份有捧我，如同是天上的星星一样，我就那么亮，哎，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有我没我都行，不是，啊，没你不行啊，我不行，我也讲课啊，我一讲课孩子们还有冲嘴的呢，哦，啊，我一说他不爱听的，你瞧瞧，他一说大伙都瞪着眼，精神集中，怕他说错啊，塞着我呢啊。你像什么岳云鹏啊、孔云龙啊、烧饼啊，我儿子郭麒麟呐，这些个都是我们自己学校里边培养出来的。哦，一上课呢都爱跟于老师斗，对，他这个人好开玩笑，啊，我喜欢斗，一上去啊，上课，然后该睡觉睡觉，我也别打扰你们啊！你看哪老师这样说话？哎，睡觉，睡觉，我别，要不我别说话了啊！啊，我不出声，别影响你们睡觉。行，从这个时候都我儿子站起来，他听说吧啊！你不说话睡不着觉。哎，他听习惯了，他好跟孩子们斗。嗯，不睡咱们就上课啊！那讲讲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相声历史。好，水有源，树有根。啊，相声哪年有的呀？啊，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故事。这上纲上线。郭麒麟又站起来了。嗯，那您说吧，世上先有的鸡，先有的蛋呢？这是抬杠。小孩开玩笑。啊，也是于老师。怎么着？世界上先有的鸡？啊，我回答上来了。我儿子问他了。啊，那您说说世界上第一只鸡是怎么来的？告诉他。于老师仰天长笑。哎，生活所迫。这么难的一个题让我给回答上了，我就告诉这个呀，我不容易啊，那是不容易，人家而且哪节课都得用于老师，我都给他们讲。我举例子啊，啊，这节课是相声历史。哦，下课，孩子们再上课体育课。啊，那是练。这30多学生操场上站好了。干嘛？准备跑步，我都摆上姿势。跑步是锻炼肺活量。对啊，跟这等着。啊，这是喊孙老师，孙老师。孙老师叫孙悦，那孙悦教体育，德云社的大胖子啊，比这桌子还宽，这么胖。我师弟啊，太胖。哦，来那年我就问他了，你多少斤啊？我260斤。后来我知道上当了，怎么呢？秤就到260斤。哎，好，都打到头了那。孙胖子那裤衩脱下来放那儿，嗯，他要不穿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好家伙！啊，你不像于老师那个两根线儿啊，别提这个，大款式不一样。大胖子啊，孙胖子坐飞机得买2张票。
嚯，两张都得靠窗户。哦，那就堵瓷似的给人家。好，那天坐地下，地下一个油印儿，哎呀，至于大胖啊，教体育。哎呦，你们又多恨他呀！孩子们都站好了，准备跑步。哦，这儿请孙老师，他来了。俩学生把孙老师从办公室里架出来了。都得架着出来。操场上有一个红木的圈椅，那椅子大。孙老师往后一仰，啊，俩学生往这里边塞肉。哎，这孙老师一边挂着办事儿，过去，把人塞进去。啊，脖子这挂着一个哨，这哨干嘛用？他一吹哨，啊，孩子们好跑。好听这声，拿这哨，哎，先喘，吹吧。啊，有这三口气都吹完了，死了，至于不至于？孩子们跑了啊！这俩学生不能动，干嘛呀？请于老师，我来干什么？代课，带着跑，替胖子跟孩子跑。哎呦，这儿打办公室，赶紧出来啊！啊，到胖子这儿先鞠躬，我得先把白事儿办了。一转身，于老师像脱缰的野狗一样，野狗一样啊！我在咬着谁？我野马一样，野马狗一样，怎么非有这狗跟着？好了啊，孩子们在抢救孙胖子。好，这才实话实说啊，啊，不容易，这岁数40多了啊，小孩们，你郭麒麟他们17、18、20郎当岁数，那算什么呀？啊，跑完了3分钟，平复了，喘匀了，对，进教室。于老师在进教室，哎，岁数不饶人，哎，就是喘，这口气儿，孩子们还等着，怎么也回不去，就让这口气儿往下走，啊，气儿是可以往下走的，当然是可以往下走的，气儿就是如同有生命一样，怎么叫生命？上面捂着嘴出不去，啊，气儿也琢磨。下去吧，啊，这是气儿琢磨的吗？这下去找看哪有亮光啊？哪有亮光？哎，前面好像有亮光啊？是吗？呼哨呼哨的。啊，怎么没听说过？哎，趁着有亮光出来吧。啊，嘟，啪，噌的了，噌了吧，气腾气。降了吧，气降气，降降了吧，气降气，这个降降降了吧，气降气，气降气，嘟啪！我放出一秧歌队来，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排出一股子烟来，是有烟吗？整个教室里半拉教室浓烟笼罩，没听说过，看不见于老师啊！郭麒麟吓坏了啊！村长老收了神通吧？嗨，哪儿蹦出这么一句来？20分钟啊！谦儿哥打云雾里，我一直在屁里照着呢。我喜欢被烟雾笼罩的感觉。我改格格雾了啊！当然，他也害臊。这搁谁手还失道尊严啊，也难受，不体面。可这个岁数他憋不住啊，那是。后来想有没有办法能堵上点儿？这堵上，来个葡萄拧上的是吧？行吗？问题是葡萄它容易碎啊，那玩意儿还脏裤衩呢。而且这对您来说，他那葡萄完事改两半了，怎么呢？你是钉子裤啊！别提这个，怎么老有这钉子裤啊？这切开了也是，这没听说过。来个枣，枣枣行吗？枣问题是有核啊，那怕什么呢？生根发芽怎么办？干嘛搁那么长时间？来个酒枣，泡过的。那要上头呢，碰茶酒架的说不清楚啊，至于不至于？来个藕，藕行，藕很好啊，啊，大小适中。嗯，问题是藕它带眼儿，这您明白了，容易放碎。啊，这挺好，一屁改花洒了。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冬瓜，冬瓜稍微大了一点儿，甭稍微了，就是大了。榴莲，哎嚯！啊，行了行了行了，怎么样？咱们还是商量商量冬瓜好吗？这受不了。我有一朋友啊，开打靶场的，干嘛呀？有用完了那个作废的子弹头，有用吗？给了于老师一个，啊，子弹头黄铜的。这么大，一头圆一头尖儿，是，哎，也很上品的东西。这有什么上品？黄铜的，是。谦儿哥托在手里，嗯，啊，就别掂了。哎，你们那儿不是还有炮弹吗？那，啊，用不着，啊，用不着，就这挺好，知道吗？哎，啊，这么大 啊，找一个大师给开开光，用得上开光吗？这？大师，你给我开光念一念啊！还念？大师，怎么用啊？大师都不明白，这就是啊！哎嚯，现演示啊！合着大师点点头，能念吗？嗯，啊，能念。怎么念？福如平安，福如平安。废话，这用他念吗？这个福如平安，上头打眼儿干嘛呀？拴根绳子啊，脖子上一挂。挂脖子上，哎，平时没事挂脖子上，哦，用的时候拿起来，嗯，再上课举手投足，哦，也没有这么精神，这个啊，没事儿，我抽了烟了，是吧？很开心，很开心啊！当然了，你不能老带着，是，哎，下了课了或者差不多呢，嗯，也得让他见见天日。嗨，不用那么文静，上哪儿去把它拿出来呢？啊！教室里边都是孩子，再让人看见。办公室里边还有老师，人也不少。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公共厕所，上厕所就可以。哎，一望两望没人啊。于老师，本厕所。哦。嚯！我上厕所唱戏去了吗？哎，行，我在尿坑里头一会儿。厕所没人，没人。闻闻心神，我好这口是怎么着？我这是闻心神的吗？这不是精神啊！啊，哎，我到那儿过瘾去了。干嘛呢？这是40分钟啊！啊，厕所都没味儿了。那是，我都中毒了呢，脸都黑了。好家伙！确实厕所没人，没人就赶紧，我再到旁边男厕所看看。哎嚯，回来吧，你行行，甭看，合着我一直在女厕所那儿磨着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用这么细致。这是到了男厕所了哟啊，闻闻有没有生人味儿。哪儿有生人，就是生屎味儿了。整个人为之一震，哎，比扎了针都管用啊。是开心的啊啊，解裤子，找这绳子头，还甩一头出来。别甩了，甩什么天真呢啊。这是甩出上面的鞋。好家伙，这大师白念了。很平安，还走什么平安？能蹬出来就平安。那是你哨平安啊。墙上有一钉子啊，挂东西用。行，别擦了，不是什么干净东西。哎，拿手一摸啊，啊，兜里有一包面巾纸，哦，你就来了，方便一下吧，也行，解裤子蹲那儿方便，啊，哎，方便完了，把这拿出来一撕，哦，擦吧，小面包，嗯，啊，我这手感也太差点了，你就这小面包，这都有什么用啊？哎，吃了，我就在那儿就吃了，做思考状，这嗨。吃就吃，思考什么？非得等人来，可不是吗？谁上厕所找着钥匙？啊，20分钟、嗯，孙胖子来了，哦，他反省过来了。嗯，
上进来，大胖子，大胖子一进厕所愣了，整看见于谦蹲在那儿剔牙，呵，恶心不恶心的，我还剔牙。这一面包不够塞的吧？孙胖都傻了啊！没见过在那儿剔牙。看什么看？啊，你来晚了。啊！啊我都给吃了。好，胖子愣了，都给吃了啊！哦，就别嚷了，你倒说清楚，什么都给吃了啊，胖子啊。有点纸，这正事儿。没带纸啊？嗯。孙胖掏纸给于老师。给吧。哎，胖子自己这儿先把脖子这事儿摘下。干嘛？挂。这是就一个钉子，就挂这钉子上。哎，胖子这事儿跟您那子弹头挂一块儿，都挂那儿。孙胖子解裤子，嗯，并且方便，干这来的这儿并且。好呜他还提速了他还提速了他还提速了俩人挨着蹲着呀啊于老师支了耳朵一听哎这我这都是坑我还一个腿这么站嗯大气啊什么可大气一听啊哭嚓哭嚓啊于老师就勾起食欲来这没听说我听说能勾起食欲来吗想起来小时候、嗯、最爱吃的一样东西什么呀芝麻酱或红糖呵那么恶心哎呀还听哭啥哭啥讲不用找了一会儿我就买买去了买芝麻酱或红糖嗯站起来系上裤子往外就走走吧出去又回来了怎么呢忘擦屁股这嗨太忙了擦完了屁股嗯怎么着我那小子弹头还在那儿挂着别把这忘了这要拿过来弄上孙胖子看着这笑别让他看拿身子挡着孙胖子哦伸手摘这绳头哦摘就把这哨摘下来对后挂的就先摘下来孙胖子这哨定制哦纯铁的哎十二斤没听说十二斤的哨大铁哨啊于老师拿过来挡着胖子哎呦往常你想子弹头这么大嗯一头有尖儿往常来着哎哎我这一下塞天根了给我就走了今天不一样了是大铁哨行了行了您就不明白了说您这事男人就要对自个儿狠一点知道吗好家伙十二斤大铁哨我这负着重的那可不这一躺下都到扁条线了没听说至于这么长吗这事儿慢慢磨合呗这叫什么磨合呀好家伙我都快坐地了跟上刑场似的出去了嗯孙胖子不知道啊啊方便完了系好了裤子嗯一伸手把这子弹摘下啊哎嚯、啊、还不如我这个呢学生们都等着呢啊啊这节课于老师的课啊门一开啊于老师昂首挺胸进来了我这是昂首挺胸吗心里的状态是昂首挺胸、啊、是还没磨合好呢啊同学们好、哎、老师好人家嗯于老师突然间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这节课一下课我可以去买芝麻酱或红糖好还没忘心情轻快啊人一下就放松放松好一放松就全松什么叫全松
这股子气儿可就没憋住。哦，打后边，嘟，孩子们都傻了。啊，我儿子站起来了。我实在跑不动了，是让你跑步，怎么又是体育课呀？谁说是体育课？脸红了，那是讨厌啊！郭麒麟，嗯，这节课课间休息都出去玩，你不许动，哦，你也不许上厕所，受罚，罚你做卫生。嚯，哦！下课大伙都出去了，嗯，教室里就剩我儿子一个人，留他擦桌扫地都完事儿，恨得啊！你不让我上厕所，打刚才就想去厕所，嗯，不让去不去吧。不让去哪儿都是厕所，这叫什么话？讲桌后边有老师一把椅子，那是我讲课坐的。于老师的，郭麒麟上这椅子，嗯，苦茶。哎呦，这搞了一坨便便。嗨，就说在那儿了。小孩淘气啊，拿笔写了个条，写的是仨字儿：我拉的。这多大胆子，这孩子放桌子上啊，转身出去了。嗯，一会儿功夫，于老师回来了啊，很开心。开心？芝麻酱火红糖。哎。终于吃上了，瞧瞧，嗯，什么叫火红糖？啊，谁说的？哇！哎，你明白了。一看桌子一条，我拉的，就知道是孩子们淘气。对，等着吧。啊，门一开，啊，岳云鹏进来了。小岳，老师好。啊，这仨字念什么呀？啊，我拉的。我一好，这就打呀！站着去。罚站，站这儿啊！又一开门，哦，又打外边，孔云龙进来了。怎么那小三儿？行，怎么了？挨罚了？啊啊！哎，老师好，念什么呀？不认字挨罚了吧？我拉的。哎呀，这也没跑了。这屋三十来个学生，啊，每人挨着一顿打，哦，全跟那儿站着。那是到最后，郭麒麟进来了，就是他。辛苦大家，辛苦，受累了，辛苦啊！受累了。老师好，嗯，啊，念什么呀？嗯。不认识，不认识，你怎么能不认识呢？什么呀？我拉的，嚯，哦！满屋子人都疯了啊！你拉，你打我们，怎么那么乱？孩子们憋着打老师啊！千钧一发，啊，操场上乱了。怎么了？快来人呐！啊，孙老师中枪了，中枪了，嗯，全出去了啊！你瞧瞧。到操场一看，孙胖躺地躺着啊，嘴里含着个子弹，哎，脸都黑了，哎，那也是熏的。那孩子们还捧呢，嗯，练过，怎么准是子弹过来，张嘴叼住了啊，叼住了，哪那么大能？教室里边就剩下于老师和郭麒麟，我们俩没去，爷儿俩对着脸站着，你算算账。于老师急了啊，郭麒麟今天跟你没完，说的说的，我非打上你。对了，孩子说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啊？这是什么？我说出来，芝麻酱破红糖。哼哼，你这孩子嘴真硬啊！啊，芝麻酱和红糖，嗯，我让你心服口服。你要怎么着？哎呦，嚯，嗯啊，哎呀！